哎，小柏林上学去了，我要在家里啊偷吃他的糖果。先打开这个，这是什么糖呀？哎呀，我看看，哎，这是什么糖？哇，巧克力糖果，我尝一尝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被谁给吃了？小朋友看见了吗？啊，那我吃过这个小金鱼的吧？太讨厌了。哎，我吃我这个小金鱼的。哎，打开，我的天哪，哎，打开了，哎，拿出来，哇，哎呦，这个怎么还有个洞呢？我的天哪，我要放嘴里，啊，又有一个嘴巴过来，又给我偷吃了，讨厌死了！现在只剩下这一块金币糖了，啊，手机前的小朋友来给我帮帮忙，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加号，哈，等一下那个偷吃贼再来，我就用这个尖的，我插他嘴巴。看，我看着还偷吃嘛，把这金币糖打开。小朋友吃过金币糖吗？可好吃了，这个金币糖。哎呦，抠开！哇，这个金币糖太好吃！哎，小默默怎么给偷吃了呀？我吃什么了？抖音。